我是鹅，你什么身份？马老师，我是鹅，可以有两个鹅吗？可以的，你是鹅对吗？那，嗯。你，哎，不行，这一把，幸好我跟包包在一个地方复活，然后呢，他跟我说他帮梦影，他不信我。这个时候我还在跟他拉扯，因为我这一把也挺硬的，但是呢他不信我。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出现了修可爱和猪猪，又是同样的剧情，他们两个想双刀，结果没配合好，被我报警了。好吧，刺客先刀的盲猜，猪猪公主刺客，猪秀大秀秀可爱秀可爱那个就扎杀手，专业杀手，他们两个是有配合的，好吧。他们这一波直接说，哎，就快快快快快快，知道吧，很是猪猪的作风。上一波你们没信我，这一波你们一定要信我，因为包包他说他硬邦邦已经死了一个硬邦邦的好人了，一定要出掉一个，好吧。如果你们这把愿意信我，下一把我直接单走，好吧，我直接单走，我很硬吧。过先发言，这把我复活是跟王大谋立马就遇到了，还 CD 还没好的时间，然后我跟王大某保持距离站着，秀才哥在左边疯狂试探，我们三个是基本上没有时间动刀的，我们在互动那个通道那里，信息就这么多。过那把苹果位，苹果位出生就和吊的一遇到了一起，我们俩在一起也是没有刀的。嗯，秀可爱和公主，突出公主发言，这把伤不到我身上，就同样的错误我不可能犯两次，这把我是加拿大鹅，我不信，就是这里全场只能我是加拿大鹅，懂吗？所以说科团这波栽赃我不认，而且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遍，所以说这把科团刀到就是刀的人就是自爆，然后栽赃我过。我想听小可爱怎么发言，我的那个信息跟先一模一样，就不多说了，给他们发言。是的，我也在做任务，我没有什么，就听秀开怎么说吧。过。秀开发言，我们这把出生的时候是四个人，团和包包还有猪猪公子和我，我们四个人出生，然后团和包包又搁那爬，我说你们搁又爬啥呢？然后我就走了，这个走到我们四个一起走到就是那个门口的时候。突然波波就倒下了，然后直接就爆了啊，然后根本就不知道发生啥，然后就整个的听我说，我也不知道听谁说啊，这个如我猪猪为什么爆加拿大鹅我不太明白啊，因为是团他直接爆的，我直接就懵了，那肯定要么猪猪他就是那个啊，要么他不如果说团他直接爆了，那他可能就直接刀到加拿大鹅，然后猪猪再传了他身份。我是比较懵的状态。OK， 这里大谋发言。那这一轮我和秀才哥还有边小姐姐，我们三个是没有信息的。但这一轮马老师，你要刚一点还是柔一点？刚一点就出这个猪猪，柔一点的话，我们这一轮可以过。我是觉得猪公主这个发言很奇怪，她直接报自己加拿大鹅，但是她没有被拆出去，她这个现象很奇怪啊。马老师，刚一点。刁德一发言，这把名侦探柯团和猪猪里面肯定有一个是悍匪。什么叫悍匪？就胆子很大。为什么这么讲啊？柯团报的警，一踩二，点踩修克加猪猪，他提供了一个细节是快刀快刀双狼，没来得及。我问你，你作为一个好人，你敢上来一打二吗？你敢吗？对吧？你张两个人张得动吗？你敢吗？好，那么猪猪说前置位发言，因为你要知道他前置位发言，前置位说不是的，我是加拿大鹅。那我问你，前置位发言，后置位这么多人发言，如果他是个假的加拿大鹅，你总有个加拿大鹅要把他踩死吧，那很明显嘛，是你王大谋嘛，你王大谋已经表得很明显了，你不要说我把你抱出来刺客被你踩，我跟你说你现在被踩，猪猪和修开全出包赢，你一换二，对不对？没事不怕，你敢猜吗？猪猪和修开你敢猜吗？你不猜也没事，还是出你修改。为什么？你修改刚发言已经炸了啊，非常的慌。因为什么讲你非常慌？你讲的逻辑是什么啊？猜没事，好，修改加猪猪全出过了，
这两个人挂大。他真敢猜，你猜嘛，猜对吧？你猜无所谓啊。有鹈鹕在。走走，团结，走走走，你跟我一起，你跟我一起。你怕什么？你是警长，你怕什么？走啊，我知道了。你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开饭不要用，开饭留给鹈鹕，留给鹈鹕。我找到他。你是警长对吧？他刚刚跑了。啊，我们离他远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我们三个在一块儿。你刚无所谓，我过了，你跟我过来。无所谓，这个开饭留给鹈鹕，鹈鹕可能在我们这里面啊，无所谓。OK。但是你珊珊，你现在去，你现在把持好距离，你去找这个猪猪，对。你去找他，把持好距离啊！对，别把好人误杀。老弟，我跟着你，你刀完我就报。是网红哥，放盐。你不要刀错人。你不要刀错人。老弟，好。OK。好吧，我跟着你啊。我找到他，我找到他。哎。他躲起来了。你不要刀错了啊！你不要刀错了啊！啊，现在很慌。好的，好的。猪猪啊，猪猪啊，你看清楚，猪猪啊，离他近一点再出刀。反正省人他肯定是必出的，无所谓的。他可能在坑那边，无所谓嘛，他躲也没有用啊。他躲，他躲就是帮狼，帮这个鹈鹕嘛。那你警长在，你又不怕的呀？你他在饭堂。哎呦，我操，他被抓了。啊，全票出这个猪猪，好，猪猪出了，你看啊，死了几个啊？那很明显嘛，猪猪刀比珊珊快嘛，对吧？这不用聊了嘛。那猪猪刀比珊珊快 ，OK， 这一轮猪猪是必出的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开饭的这个机会啊，这里面大魔被拆了，然后你珊珊被这个猪猪给杀了，还是一个刺客的，对吧？那么好，很简单，请问鹈鹕是谁？不用讲了呀，绝对是你西恩呐、啊！你还玩什么呢？开饭机会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客团全程跟。李秀才跟了半路，李希恩全程消失，吃了这么多个，你吃这么多也没有用啊，对吧？把你自己撑死了，你开饭都没用啊，过了。先投猪猪，先投猪猪。希恩发言，这把我复活一个人单走的，我遇到了秀才哥和苹果威，然后我就是以往前走，我去找你们去了，我没找到。秀才哥是跟苹果威在一起的呀，秀才哥才是那个鹈鹕啊，马老师昏昏沉沉啊，你敢说你不是吗？秀才哥过演不下去了，演不下去了。秀才，你是鹈鹕是吧？就除了我你也赢不了，咱们一起投刁德一好吧，我们就没办法，就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投刁德一过。我要是鹈鹕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先把西恩吃了。为什么会吃苹果味呀、啊？苹果味跟西恩单走那么久，对不对？开饭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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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说，如果秀才是小丑，我们就输了。开饭喽！行，开呀！快开呀！开饭呀！你在干嘛？为什么？你是小丑吗？我以为是秀才吧。啊？没人开才是。不是刚说了是仙吗？开不了饭。为什么？是啊，是仙啊。为什么开不了饭？开不了饭，在危机中，在危机中。危机中 ？OK， 游戏结束。他直接过来吃了一个，然后危机中了，然后开不了饭。好吧 ，GG。那请唱一首《一剪梅》。先来一首，好，来一首《一剪梅》。我当时大意了，
我当时没有闪。你当时没有闪，来时候一剑没炸他。他突然偷袭我，怎么为什么会危机中呢？偷袭他，自助餐。你不赢了，为什么会危机中呢？对，把你吃了。这不是狼开的危机中啊？是吗？不是，是啊，不是我开的，开的那个。然后鹈鹕吃够人了之后，他也自动那什么了，他也自动开始读秒了。是的，就读秒，他是开爆不了这个井的。哦，爆不了。哦，这样的、啊。为我伸冤，图案。哎，鹈鹕要吃几个他就爆不了井了？就剩两个，场上剩两人的时候，好像就爆不了井了。对，好像是啊，这样啊。那挺难哦。好吧。干山头先的。